两拍大唱五月天的指名夯曲《天使》，大咖歌手云集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公益演唱会进行彩排。当孩子依赖着肩膀，让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不仅有女神苏慧伦、唱跳歌手谷谷、铁肺女王佳佳，就连宇宙人萧秉治、魏佳莹等人都齐聚一堂，热情献唱，要来感谢疫情期间无私付出的所有人员。这感觉好几年没有出现过。那么很特别，是我们每一组人都有带自己的乐手，带自己的 band， 所以其实就是会很精彩。唱天使的时候，五月天会从后面蹦出来。哇！不干我事。开玩笑说五月天可能会是神秘嘉宾，其实他们开唱的地点在四年前，就是五月天庆祝成军20周年的大安森林公园。大安森林公园27号的时候将久违的来举办户外公益演唱会，歌手们将轮番献唱4小时，让歌迷大饱耳福。现场唱好唱满，有望容纳5000人，线上也同步直播精彩演出。这也是刚过51岁生日的苏慧伦久违在歌迷面前献唱。因为现在越来越不想过生日了。对啊，就是让自己休息放个假，这样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。冻龄外表被网友封为永远的玉女掌门人，人美心也善良，在公益演唱会为防疫人员致上敬意。 TVBS 新闻肖明正、周玉峰、周佩宇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